自己本来就没时间陪你，所以我觉得你会这样做合理啊。嗯嗯，对啊，我一直等着你，一直爱着你。哇，直接告白了。男子汉大丈夫也是蛮难追。我40岁都还没结婚，你要娶我啊？之前的约定。对啊，这样的女孩子是我，其实我很喜欢，真心。你梦寐以求的？不是哦，没有，梦中情人就朋友，朋友，很真性情嘛。是，跟他在一起，没有哪一天是不开心，也不扭捏。你这个前任预计抠出去了是什么状况？没有，这前任是我是他第一个女朋友，初恋。对，然后对我是他是我第三个男朋友，是，但是。因为他是我高中时期，我那时候国中以前都是念私校，管得很严的那种在心，所以我当高中一跳出来考到那个学校的时候，他是里面的学长，然后很台的台客，染金发那种，真的，对，然后骑那种改装车，很帅。后来是因为毕业了嘛，然后那时候我进入黑社会，然后那时候我开始他去当兵了，对，然后当兵的时候我是很爱玩，那时候记得在 Primo 的时候，我每天跑夜店，我还一点靠你啊，对啊。我们国王不能去那边练舞吗？对不对？就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的生活圈又另外一个开拓出去了，等于说他已经去当兵，他就停留在那个时候。可是我接触的东西都已经变成就是关起来了。对，我的生命就是我已经变花蝴蝶，已经花花世界，我已经湿了。对，然后身边追求者不乏都是一些很多很帅的高富帅，高富帅。没有，夜店闯荡那么多年，有没有看到过我一次？没有，我在哪里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他在家图书馆啊 K 书中心啊。什么？哇，共诶的去过啊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很爱玩。他在当兵的时候，他打电话给我查寝，我要从拼搏下一楼到巷口，好麻烦哦，睡觉这样子。是。后来我就装睡觉。对。后来我直接就是跟他说：“那我们分手。”他在当兵的时候，我跟他讲兵变。我还记得他当兵恳亲的时候，我还一个女生去，他让他家人不要来，让我去，我就去。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之间其实有经历过一些很多的东西，然后到前两期，我们每年都还会联络联系，然后几个月，他有时候跟我说我想他，我就跟他我很想想念你这种话，你跟他说啊，我们俩会互说，在生日的时候我会祝福他生日快乐，我跟他已经就是反正就像朋友可以这样聊天的状态下，那前年不是要说这个节目嘛，然后就跟他说，哎，那我打给你好不好？他说 OK 没问题，他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。我说他看我说什么都可以说吗？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说呀。是。他跟我说那我可不可以说我一直等着你，一直爱着你。哇！直接告白。但是重点是我那时候本来就是想没事，我说你想说什么当然都可以啊，我一直爱着你，然后就挂，我就把他给语音结束。是。这过4小时他不对劲，然后我再问他说，如果你是认真的，你真的影响到我的心情了，但是他现在都没有回我，都没有回你。我这样电话我真的很难打，对我来讲，对我来讲，电话打给他，你就问一下，你有什么在怕的啦？你靠我，你就说你干嘛不回我这样。好，我来来。喂，蔡振山。嗨，怎么啦，林嘉玲？没有啦，我问你说的是，我知道，我跟你分开的时候是你在当兵，然后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时候，我让你很难过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那时候我刚跟你说对不起，我想跟你说对不起的时候，我你是喝枪了吗？还是？就只是问你啊，就是当初，我其实有时候还在想到我们过去的事，那我知道已经过很久了，但是你一直还是在我的心里面，你也知道，就是我也把你当成就是很重要的人物，对吧？我想跟你讲的是真的啦，我没有跟你讲开玩笑的啦。你刚刚讲那个，就过去啊，那没什么。对啦，只是我现在是因为我现在要录这个，所以我当然会想到我们之前的东西嘛。所以你之前跟我讲那句话，认真的还是你帮我做效果？认真的啊。你有种讲，我就有种听哦，蔡振山，你知道哦。男子汉大丈夫也是蛮难追。所以我敢讲，我也敢认。可是因为我们已经。就是过分手10年了，对啊，但是我真的想到我之前那样子，真的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成熟，我那时候年纪小，对啊。哦，没有，那时候年纪小，比较想自由嘛，而且那时候我本来就没时间，就是顾你啊，
对啊，我自己也没办法没有时间陪在你身边啊。嗯，对啊，所以你会这样，我觉得 OK 的，可以接受啊。你看以前就是，当下之中就是听到那通电话，我也没有就是对你有什么态度啊，我也没有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自己本来就没时间陪你，所以我觉得你会这样做合理啊。嗯，对啊，没事啊，都过去了。如果四十岁都还没结婚，你要娶我啊？你说到四十几啊？我都没有结婚，你也没结婚，你要娶我啊？我说我们之前讲的那个，之前的约定。对啊。我觉得应该不会吧，应该到时候应该也知道的，因为你条件这么好，不是吗？我说如果，顺其自然吧。我只是说如果你顺其自然了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只问你那句话，你到底是跟我讲认真的，还是我真的很介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干扰我2000，不是我真的心里面波动，我心弦，我真的觉得说，哎，我真的觉得他你是跟我开玩笑，跟我讲真的，哎啊，毕竟。就是对我来说，就是你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啊。你也是对我来说刻骨铭心啊。对，因为你是我敌人嘛，所以感触一定就是跟就是之后遇到的都一定不一样啊。是我比较优秀。你说优秀哪方面？哪方面？你好，我是他现在的男朋友。现在男朋友，对对对，我们在一起大概2天了，就昨晚吧。对啊，我是宪哥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在录影啊。没事没事，哎，你是个好男生，我们改天见面再聊了。你好你好，强强也很棒哈，我是宪哥，没事啊。哎，那个正餐啊，我们改天再聊哈。哎，很熟很熟 ，OK OK， 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来，哎呦，哎，人就这样，有时候在这地球上，你遇到谁，谁会是下一个？对，永远都没有确定的。它就是一盒巧克力，《阿甘正传》嘛。是是是。你不把它咬一口，你怎么知道里面的口味是什么？但它终究不一定合适你嘛。对，是不是？勇敢的追求下一颗巧克力。对，反正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已经生活环境也差很多，分开真的是已经变成两条这样的线，平行线。对，所以你说。当大家讲这些话，我当然是会觉得，因为想到过去一些东西，是一定会被人跟人一定有感情，我不能写动物。哦，看到你真性情，对啊，没有看过你这一面的呀，哈，够老把塞啊，对啊，外表很坚强，还是很 OK， 好不好？而且还语塞，还结巴，对不对？我喜欢他那个豪迈，擤鼻涕的豪迈，虽然难过，还直接抢过，他觉得他嫌我擤的太慢了。